나 中老，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安安，大家好。时间过过啊，过了非常的紧。那么，咱自从讲这个《维摩诘经》以来啊，今仔日已经进入了106天咯。那么，在这段3个月外月的时间啊，大家听经闻法呢？非常的殷勤，非常的精进。我相信要证成无生法忍，证成无上佛道啊，无困难啊。人虽然讲佛道是困难成，但是不是表示未当成啊。佛道难行，可是不是表示未当行。所以咱佛门一句话讲，难行可行。难忍能忍，难行持，伊嘛是同款有法度行持，最后证成无上佛的果位啊！所以大家遐尼用功听经闻法，在这所在如本甲大家恭喜的呢。那么注意听好，咱前讲的这个夹的问题，还未全部讲完呐、啊，时间无允准。那么今天时间又落落长，又点多少钟啊？来，大家注意听下，是啥物话叫做劫？劫其实讲就是呢，所谓计算时间的单位啦。佛门叫做劫波，哦，劫波中哦，计算年月日时间的单位。佛门讲有小劫、中劫、甲大劫之称。那么注意听好。我现在呢要介绍这个劫的问题啦，听好哦。劫啊，在这个佛法中说啊，有大劫、小劫之别。大劫有三，就是啊火、水、风的这个大三劫。故虽为大，不但时间久啊，而且呢。所化的地方辽阔，譬如火烧初禅、水暗日禅、风坏三禅，这是大劫。当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在毁灭的时候，哦，这大三灾就来啊！就是所谓讲的呢，火灾、水灾、风灾。但是这个大灾不是一般讲火烧自迄火烧尔呢？哦，是到这世界去末日的时啊，火烧一直烧，一直烧烧到初禅天际，水一直淹，一直淹，一直淹呢，淹到二禅天际，风一直吹，一直坏坏到呢三禅天际，这母的甲地死偌济天神，死偌济人道甲畜生啊！哦，拢比这个。水、火、甲风呢，加一个吼、哦，非常非常大一个劫数啦。咱称呼叫做大三灾啦。好，注意去听好。以上简单讲叫做大三灾，咱有讲个小三灾，就这世界呢，虽然还未末日的以前，有一个小三灾，就是疾疫，就流行病啦，死在这个病库当中真济，搁一个急诊啦。就讲哦，脑盘哦，大家无通食，无五谷通好用，哇，三顿出问题，死伤无数的人类啦，叫急诊。佮第三呢，就是所谓刀兵劫，死在这战争的当中，尸体遍野，
战争时常大厮杀，死伫甲阵，人是无量无边，欢喜伫个兵荒马乱当中。啊，有多兵劫啊，多兵劫，这是小三灾啊。那么今仔日所介绍叫大三灾，这大三灾胜过小三灾呢？哦，百千万倍。咱这是地球发生这个小三灾呢，这大三灾为地球小小干呢，为这银河系去呢，烧到这个世界初闪、二闪、三闪去。风吹水暗，乃至风吹哦，火一烧烧干呢，为初闪天去。水一烟一烟一烟呢，烟到二闪去。风一加一加加加呢，为三闪天去。大三灾，世上无量无边的这人天的生灵啊，大三灾。好，注意去听好。那么下面咱来介绍讲，一小劫有偌久啦？注意听好哦，一小劫啊，等于啊，人寿由了最初的八万四千岁呢，算起。每过一百年，减少呢一岁，减价呢十岁子，那么人心再个向善呐，再由十岁呢起呢，每过一百年增加一岁，增加到了原来的八万四千岁为止。如此呢，一增一减嘛，为一小减。以这数学的方式呢来计算呢，一小劫等于八万四千啊减十括弧乘一百佮乘两啊，等于一千六百呢七十九万八千年啦。安尼注意听有吼，吼一劫是多多长呢？这是指小劫来讲。一小劫都一千六百呢，七十九万八千年，遐尼久啊！就是为这人寿啊，会做动作有八万四千岁啦。所以咱注意啊，咱曾经活八万四千岁过，咱袂当个好认掉，迄是无量劫以前啊。那么人寿开始由八万四千岁算起，人心愈来愈恶化。人心愈来呢，无修这人伦道德，愈来呢，愈惊这落报啊！因此呢，人寿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减，减到今仔人寿呢，差不多六七十岁，就八十岁也是有啦。但是平均今仔人人寿平均才七十岁啊！在过去呢是八万四千岁减减落啊，人心愈来愈浓毒哦。今仔杀盗淫妄啦，哇，拢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就是这道理啊！所以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呢，欠一岁，欠到最后人寿啊，剩十岁时阵啊，哦，咕噜海，你抬我，我杀你；你抢我，我夹你。这地球呢，充满着所谓啥，杀盗淫妄。那么我抬你，你抬我，我抢你的某，你抢我的某呢？互相底下呢，相容相抬呢，抢家呢？乌云散雾啦，那么迄个时阵啊，大家着惊惊，准备起来，你避我避，大家拢避，避伫山洞，避伫下当避就好啦。因为变出来用台戏啊，佛经形容叫做草木皆兵呢。树啊，摕起来会吓死人，树啊，摕起来就咧飞钱呢，就咧飞镖呢。所以要一礼拜了，大家互相呢，就咧讨价。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哎呦，你抬我抬，互相相吞论呢。迄个时阵呢，开始人心阁向善起来，那么就建立这人伦道德的观念。哎，就去惊呢，八宝的时阵啊，叫做人寿为十岁呢，人心向善呐，阁每一百年加一岁，一直加，一直增加，一百岁、两百岁、一万岁、两万岁，增加八万四千岁时啊。一增一减呢，都一小减，就是刚才讲的，跨湖八万四千减十，乘一百，佮乘两呢，等于一千
679,800年啊！吼、哦，1,679,800年，一首劫遐尼久呢？注意，虽然讲一劫偌久啊，你看是大劫还是小劫来讲，佮有中劫的。那么以小劫来讲呢，都1,679,800年啦、啊，安尼注意知影吼、哦？好。那么一大劫是偌长呢？哎，这是每一人关心的，小劫灾啊，中劫呢？注意听好，一大劫呢，等于啊，1,679,800年，乘20佮乘4，等于1,340,384,000年。安尼最有记起吼，等于1,340,384,000年，都一大劫了。那么因为啊，一大劫有四中劫，一小劫一中劫呢有20小劫，所以一大劫你就要1,679,800年，佮乘20，佮乘4啦，等于130亿呢。4,384,000年，安尼注意清楚吼、哦。吼、哦，一大劫足久呢。13,438,840,000年，迄是好顶的岁月啊。所以佛经讲啊，咱呢，伫个所讲的这个修行人，若无开悟正果，大家这回向回回向数天呢，伊会是有法度大家偌久。哦，四大劫呢？四大劫就50几亿啊呢！迄件事注意，火烧真长啊！可是火烧真长啊！你的善恶业哪个普？福业哪真？善业普呢？照常伫个天顶的飞上飞飞上数天呢？哪怕是四大劫，我那真的时阵，照常对了。所以做佛的弟子并无升天的观念，升天无究竟，天堂无彻底，无圆满地啊。所以佛的弟子在修个开悟正果，伊会修就是无量修啊，或者是往生甲阿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伫遐听经闻法，有一天咱就开悟正果啊，何乐而不为啊？所以这特别甲注意讲的，也佫有啊。你若是修行修了呢，无好事，还是无合佛同款，做下了这杀盗淫妄、犯科累累、造业叮叮塌塌的人啊，那么在生做恶业，命中要佛经甲你讲哦，佛祖是觉悟人，伊袂恶白讲。那么伊甲你讲，你若做恶业，对你地界啊，叫做无量劫啊。啊，又听这无量卡尾就冷气啊。所以爬爬咧地界的当中，火烧是愈长啊！我称呼叫做万寿无疆呢。吼、哦，不过这万寿无疆无空的，对咧地界唯有比刑法，比这酷刑，挂肠啊刀、流鼻刀、挂甲挂手，一身骨仔无啊类防护呢，死甲血肉模糊啊，真恐怖滴！虽然讲一小劫都偌久啊。都1,679,800年啊！哎，活在地界是无量劫呢。这无量劫的劫是指大劫呢，注意。加一大劫多偌久啊呢？就133,800呢。啊啊，这个84万年啊！你惊死啊！133,438,84万年，一大劫呢？啊，对于地界也是无量劫呢。卡无真正练去注意，所以在生也毋修行啊。有一句话讲啊，一步百千劫啊，再回头来是几时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若咧对了咧个地吼，百千劫呢，要再回头倒转来修行来学佛，像我讲的未赴期啊啦。迄个时阵已经啊，皆因之灭，毋知。曾经有修行过，啊，唔知影呢？你过去心中是啥物人？茫茫渺渺，
想要阁有机会亲近佛法，听闻如来的正法，足困难，足困难的。所以呢，以上就是甲最简单报告啦。三样阁夹，有小夹、中夹、大夹之称呢。那么一小夹多偌久？阁重复讲一遍，都1679,800年呐。那么一大劫有四中劫，四中劫有20小劫，安尼加起来呢，都134,384,000年，都一大劫。安尼注意清楚吼、哦。好，那清楚呢，注意。佮拍开呢，咱《维摩诘经》吼，内底伊安尼讲咯：若有大鉴定，立志以定力，菩萨现威势，幸福殊何安？一切国土中，自有地狱处，答往道已毕，免解其苦恼。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丹，皆现生已毕，为之作利益，是修以五欲。亦好现行禅，令魔心溃乱，不能得其便，火中生莲华，是可为虚有，在欲而行禅，虚有亦如是。实现作淫女，因住好食者，善意欲高浅，令入修令入佛地。安尼注意清楚哦，这段就是讲了菩萨呢，实现了各种的角度、各种的身份呢，来这世间去度众生呢。有当时为地角类，有当为畜生道类，有当实现种种的好的角色、实现歹的角色，在这世间总是去度众生呢。那么头一段伊安尼讲，若有大鉴定呢？立志以定力，菩萨现威势啊！幸福殊何安呢、啊？什么意思？就是讲菩萨，伊观看这世间有个战争的当中，菩萨大慈大悲啊，都建立呢双方一这兵力，会当旗鼓相当呢、啊，会当双方面战争的甲地呢兵分秋色。咪战在各地啊！这边输忝忝呢，都固在人刮，固在人流，固在人领地啦。你看咱清朝时阵就好啦，战败就搁立这不平等的条约。那么，和日本、哦，和英国、法国其他国家呢，一地地流，一地一地流啊！哎呦，真可怜！现在一战争胜利哦，嘛搁用流呢？立种种不平等的条约呢？还感真遗憾吗？那么菩萨伊啊战争的时啊，伊真慈悲，和双方面战争的个地啊，兵分秋色，旗鼓相当啊。因此呢，菩萨现代威信力啊，目的就是咧幸福双方面呢，会当呢和睦相处，卖个战争类啊。因这多兵夹战争总是无好待啊，战的个地呢？有当时翁婿死，做太太就不安；太太死，翁婿就痛苦。唔后生祖囝来死亡，会用尸体遍野，荒山野外，这款残酷的战争呢，人人无喜见呐，大家都无想要看得到的。因此，菩萨在这款多边交的状况之下，有当时现代威信力呢，会调和双方，迈个战争起来。和平以待呢，所以咱社会人讲一句话啊：化干戈为玉璧啊，化暴力呢为祥和。菩萨拢做做心诚空过地个啊，这第八地不懂得菩萨，伊就发多啊。注意个听好，一切国土中啊，自有地狱处啊，答往道已毕。免解其苦恼，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讲了菩萨
伊有法度伫十方世界内底，哎，看到所有啊受苦受难，地界所有的众生啊，菩萨大慈大悲所屈辱啊，因此刹那之间呢，就到了地界的所在。那么安怎勉励救济这些受苦受难地界的众生，用神通观的救济啊？哦，这凡夫的菩萨就做未到啊！伊个讲，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单，皆现生于彼，为之作利益啊！就是讲，哎，佛菩萨，伊看了西方世界国土的所有这畜生啊，畜生互相受单食啊！这么人讲叫做肉肉强食啦，你较虚弱的，体力较无的，较软弱的，拢互有势力庞大的人诶吞了了，食了了去。那伊这么讲呢？哦，大企业食小企业，小企业食啊，要食啥？我慢慢啃啊。大企业中收中少啊，哎，中企业食小企业啊。哎，这嘛是界限是一个社会啊。那么这在些所在，哎，世间是如此啊。哎，好人欺负歹人啊。哎，听有，你强个食弱个，人人都是安尼啊。畜生都负残，唔是安尼呢？你也看讲鸟啊，就好啦。鸟啊，去食鸟吧呢。你老鹰啊，啊，还是孤鹰啊，孤鹰即嘛。咱闽南语搁较深入，叫做呐暗公鸟，哦，然后猫头鹰呢，这孤鹰呢，伊本身呐、啊，伊鸟啊搁食鸟吧，暗只行动出来食鸟吧，找鸟来食。这内晓啊，啷个老鹰呢？这内晓物件本身鸟类哦，内晓会咬鸡啊，会食鸟啊，爱用食这鸡啊呢？你看，这弱肉强食啊！这飞禽来讲呢，啊，走兽呢，走兽嘛是弱肉强食啊，弱的和强的食伊，强的食弱的啊，老虎啦，食羊啊啦，食鸡啊啦，哦，食兔啊啦，食猪啦，食马啦，老虎嘛是强，食弱啊，狮啊，狮啊嘛是啊，爬嘛是啊，看到马会当食就食马。看羊啊，会当食就当食，弱肉强食。你想看卖啊？世间就只有真相啦，强的食弱的，弱的互强的食伊呢。那么菩萨看到这畜生互相相吞食呢，伊就现在头前，然后呢，我想办法甲解围啊，作为这畜生都互相排解因的利益，要注意清楚哦。所以菩萨看这里、个，地狱也救，畜生也了类，哎，唔知叫平等慈悲啊。佮讲啊，是哦，是修以我欲，亦好现行善，令魔心溃乱，不能得其便呐、啊。哎，什么意思？有当时菩萨也实现这里、个、我欲我，也享受。财色名食睡啊，那么一时的当中，那无智慧眼的人会看唔到去。可是伊伫五欲内底，伫个拍喷，伊无非最后就是度化众生。那么伊内心是何等的清净无污染吗？所以有开悟、有见过、有功夫人，了伫五欲内底呢？伊的心如同莲花出离污泥而不染的功夫地，叫做亦复现行禅呐。伊内心犹原伫禅定中、解脱中、无污染的当中，伊心性光明的本性呢，犹原无污染，叫做亦复现以禅。那么伊当时啊，了解邪魔外道了去了，哎。魔伊心内，哎、欸，会有比这个佛菩萨呢，该感化、该屈服、该降魔类呢？叫做啥？令魔心溃乱，
菩萨了于魔窟内底，会当躲魔王、魔女、魔幻术，或者妖魔鬼怪呢，起生准就生惊。佛菩萨也个如如不动。那么然后瓦解着这邪魔外道思想，解救这邪魔外道。那么不能得其便呢？那么妖魔鬼怪若要加害着这善良百姓人天呢？那么菩萨无随便对人会干扰一丢，会挺身而出救度众生啊！菩萨做这个工作，伊就讲啊，花中生红莲呐、啊，哦，当哎呀，菩萨伫这个苦难的五浊恶世呢，啊，亲像呢，伫花中出红莲，伫热蓬蓬的人世间，就如同呢，如莲花出的污泥而不染。非常稀有难得啊！在欲望的当中，各行禅定，也是讲这個意思。有阵只菩萨佫愈厉害哦，伊讲现作啊，哦，或者是现出呢，这淫女啦。那引导一挂爱好女色的人呢，哇，甲这些人需要欲乐啊，你欲我欲图你欲啊，然后呢，菩萨慢慢引，甲引，甲引。因入啊如来正法内底，叫做先与欲过千呐，复令入火子。所以咱出家众爱在家居士定恭敬岁月，就引用这句出来啦。血现作淫女啊，因住好色者，先欲欲高千呐、啊，修令入佛地啊，就是这意思。先给你点头一下。哦，然后呢，最后就要引导你呢入如来正地，解脱大道入来。就像讲，你要抓一只鸡啊呢，你要撩一挂米啊，米你用个压落去呢，会生鸡啊来。啊，最后只鸡啊，唔知讲一条条啊，人最后就要抓伊啊。啊，你要抓只鸡啊，爱撩一百米啊，就是这道理。虽然台湾人定讲一句话啊，哎。你抓一只鸡，嘛都要撩一百米啊！撩一百米，抓一只鸡啊！哎，千五个算下符啦！你无甲啥呢？伊都唔来啊！哎，结果只鸡啊无智慧啊，迄牛痴啊，唔知影咱人个动心脑筋，最后就是要给你啊！伊一挖过了，你就当出卡手过你啊！叫撩一百米，抓一只鸡啊！无一百米，鸡也抓袂到啊！就像你讲钓鱼啊，咱就知影，鱼钩啊，爱钩一个啦，大棍啊，爱是一挂鱼，吼、哦，啊钩一挂呢，啊，这饲料，哎，等落这坑钩啊，爱是这钓鱼啊，鱼池呢，这鱼啊，唔知影讲这个鱼啊，内底包一个针，包一个钩啊，伫啊，伊一个食哩个钓，哇，就钓钓啊，红钓起来，叫鲜鱼遇锅千呐。就是这道理啊！你无了一只鱼，鱼也钓袂到；有了一个鱼，钓只鱼啊！所以两只鸡爱了一百米，了一百米两只鸡啊！吼吼！所以讲佛祖要度化你嘛，同款啊！何里只点头者呢？那么最后佛祖是用伊是良心、用心良苦，伊是可靠无心的。那么伊是种种方便呢？爱恭敬说予你听，予你好处，最后达成呢，伊度化你，会当予你了生脱死，予你做圣人呐、啊。这是先意欲高浅呐、啊，修炼入佛地，道理在这所在。好，注意个听好，菩萨啊，实现男女欲啊，引导众生，也可以呢，以五欲呢。引导众生，譬如现在呢，佛教中的歌曲、戏剧、电影，将这美妙的声色之音呢，先吸引众生，然后再以佛法来度化，令悟入佛的智慧，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安尼注意清楚吼。所以这方便法真要紧。咱也无方便法，安尼又一直讲出世道理，讲空、讲涅槃、讲解脱，
讲法新，讲不止法文，讲无间法忍，十个九个未相应，太深太深了哩。直接讲了义，讲究竟的，人无容易相信，也无容易相应。所以有人在讲救济啦、布施啦、做功德，十个九个会接受。有人在讲，我要你开悟成佛，一般人无都接受。因这都在根基足内，已经接近开悟正果圆满的人，上根利器人才我都接受的。所以呢，在阿弥达家呢，上根利器人，咱一定要有无量无边的善巧方法，慢慢印，慢慢考，慢慢印，慢慢考，考到最后呢，其他无用摧毁之弹呢，其他杀一尔，一鸟破千斤呢，就马上会当予一人开悟正果。要予一人开悟正果，会以前用偌济苦心伫个啊。所以佛祖呢讲经是讲49年，那么伊头先就慢慢讲，慢慢考，慢慢讲，讲二性，讲三性，到最后时呢，才倒归一性的如来道入来呢。所以起心要有方便法啊。那么菩萨有那善男女欲望啊，哇，善做淫女啦，伊要创啊？哎，查甫人总是爱找女人呐、啊，哦，你看咧花街柳巷啦、酒吧啦，啊，这么嘛事。那么当然正经的男性是足多啊，正人君子是足多，可是啊，有当时啊呢。哇，这男人啊，总是呢啊，找女人的时啊，也是有必要时拢会撞机啊。那么在这经营之下，哎，菩萨有那誓言这淫女啊，即马讲叫妓女迄类的。那么伊会给你讲道理，哎，佮讲道理当中，慢慢的已经觉醒倒来，浪子回头，甚至呢，准学会修行，最后呢，会当互另一人开悟正果啊。那么有关这个问题，佛经讲要第八、第以上的大菩萨做淫女、哦，做妓女、做酒吧女，那么伊伫内底拢做度化众生工贵啊。这乃无一般，一般的境界人是看袂掉啊。一聊了了，像火客呢，想要回头倒转来，都永远无机会啊。这唯有第八、第以上不懂的菩萨。也就是不可思议的菩萨呢，伊才做会到呢，所以叫啥？现作淫女啊，引导护食者，先以欲高迁呢、啊，哎，最后修炼入菩提啊，道理在这所在。所以菩萨有那实现这男女的欲望呢、啊，啊，有查甫的哎，贪这女色啊，哎，做男女代志。佮最后慢慢佮印佮印印来学去修道，即叫方便法，哦，所以你袂当无方便呐、啊。菩萨我都选择做淫女啊。那么，比如讲目前咱佛教界内底作者歌曲啦、啊，哦，戒定真香、香赞赞佛机、威德赞、伽蓝赞，乃至呢普贤菩萨经藏机、三皈依，乃至佛门中真济即个。歌曲真济啊，叫做梵音啊，讲梵音、海调音啊、圣比世间音，佛门中的梵音啊，从听你家地呢，内心会清凉、和谐、宁静、统一。当你心内清净的时阵啊，你善根慢慢就流露出来啊。所以佛门中的歌曲唱念呢，会净化民心的作用。唔比社会上军歌呢，唱咧家地呢，迄士气激扬啊，哦，士气激扬啊，讲听咧家地呢，就要冲锋陷阵的呢，好像杀个呢，硬要冲进呢。所以这歌啊，军歌讲听咧家地呢，会充满着斗志、战争、士气昂昂呢。我看他这边是唱咧，什么？我爱中华，我爱中华。中华民国，安尼，迄听你家第一节奏吼，迄士气哇非常激昂的呢，然后呢，穿纱鞋就要冲锋陷阵去啊，迄充满着杀气，充满着战争，充满着暴力，一歌曲听久了，咱人会对伊暴躁起来，心未宁静，那么充满着好听个正气啊，
不过迄拢是互咱人的心情袂稳定的。你也听一挂佛教的音乐啊，哦，迄个歌曲听你家己内心的清净和谐，哎，慢慢的自形成宁静类啊。那清净本性就显露，甚至善根就流露出来。所以这块清净的歌唱呢，也是一块方便呐、啊。那么后者是佛门中的戏剧，演这菩提达摩传呐、六祖传呐、妖怪释迦牟尼佛的传呐、这会当让输掉一人，看完这剧情了后，伊神经会流露。后者将这美妙的声色，诶当中甲吸引吸引，最后一面形式时啊，再用这佛法呢，甲伊净化伊贪嗔痴。然后呢，我有这佛的智慧以外，最后会知影，才讲哦，学佛最后终点，最后目标，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哦。哎，就讲我啊，哎，注意精准吼、哦。好，固定好。下面请注意大家呢，佮拍开这个《维摩诘经》内底演讲咯。迄位一中主，迄座上人岛，国师及大神，以有利众生，自有贫穷者，现作无尽种，因以劝导之，令发菩提心，我心骄慢者，为现大力士，消福自共高。令诸无上道，其有恐其众，其前而未安。先师以无畏，后令发道心，现现而淫欲，为我通仙人，开导诸群生，令诸皆忍住。诸位菩萨要清楚哦，这也是同款。菩萨呢，以种种无同款的角度、无同款的身份，来伫这娑婆十方世界呢，度化众生，而一个实现的见证啦。虽然这世间呐、啊，也阁真济真济大菩萨，这是世间教化众生啊。咱若无这大智慧，无这个慧眼呐，咱是看袂出来。所以佛经讲啊。讲这三宝世间够25亿啊，而且大菩萨呢，皆是世间度化众生呢。那么注意个听好，这段就是讲了菩萨以不相同的身份、不相同的角度度化无同款的众生。伊讲啊，迄位这个业障主，好、哦，等哎有当时啊菩萨的示现呐，做这辖区。即乡镇的镇长、乡长、林长、州长、县长，甚至省长啊，伫即、这个哦群域内底作为一个镇长啦、乡长啦、县长、市长、省长，甚至做总统啊，菩萨的实现啊。哎，伊个讲协助上人道，有当真是实现这个上人呐、啊。那么这上人当然是善良的啊。唔是社会上讲奸商啊，伊做善良善人，最后引导遐个小商、中盘商呢，会当互伊呢做人安分守己啊，引导因啊，哦，有正义物化，安定社会，平定世间的暴力作用的，菩萨拢做最干贵。伊个讲，国师及大神，有当个时限呐。做国王、做国师，或者作为这文武百官的大臣，哎，做宰相，哎，做五院院长，那么这呢，伊心地非常的慈悲，无非就是要安定社会、治社会、治国家，和这国家正常化、健康化、建立性的菩萨做这个工作，伊在那个做国师、做大臣呢，拢菩萨实现。目的就是咩呢？福佑所有的群生啊，和所有众生呢，会当呢
踏向即健康的正确人生观，甚至来修行开悟真久啊。伊佫讲，自幼贫穷者，现做无尽种啊。意思讲，伊看真济善食人，贫穷歹过日子人，菩萨的示现咯，现作者哇金银宝物来救这只贫穷善食歹过日子的这众生。最后用八戒佛法的智慧呢，来引导因，讲哎呀，虽然呐，咱有人吃，有人穿，有人困，家庭富乐，这三顿诸生用具已经富裕，可是这无究竟，这不是咱的归宿，咱应当爱好啊发菩提心来修行，爱发这菩提心来行菩萨道哦，因你也无修行啊。今生哪怕是大富大贵，你福报也享尽，福也尽，贫穷如来，又搁受这沉沦生死痛苦，所以咱都要修行才对啊！菩萨在教，或者是呢，讲咱的心若讲过我慢的事啊，佛菩萨就现这大力士来消除对方这个讲过我慢的心态。咱人心有骄慢呐、虚荣心呐、功高心、傲慢心，总是有啊。菩萨的示现，去个用这大力士，来降服伊，然后呢，到最后再恭敬说法，会安住伫如来净土内底。伊佫讲，己有恐其将啊，其前而未安，先是以无为啊，后令啊发度心啊。意思就是讲，有的众生会紧张，会恐慌，会惊吓，会畏惧。那么菩萨呢，伊就点出呢大慈大悲的无畏心啊，该安慰，该关怀，该照顾，讲互伊心有一个安稳感、安全感，互伊信赖。最后宗旨就是讲佛法互伊听。然后让他心开意解，茅塞顿开啊！最后引导伊入去如来正道以外，会将修道哦转凡入圣以外呢？伊佫讲啊，现现离淫欲啊，为五通仙人开导诸众生，令诸戒忍住。伊这意思就是讲，菩萨有当个誓言呢。世界清净，远离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那么，然后修观呢，有五种神通，叫五通仙人呐。要教化这关泛凡之辈，用五通仙人的教化都有够啊。那即马讲，太鸡唔免用个牛刀了，用五通仙人，哎，都要教导一般泛凡之辈呢，来有下苦修行啊。然后哦，这众生呢，会当安住伫这个持戒、忍辱乃至慈悲心的这个份上，然后踏向这解脱的路，一步一步来迈进去呢。菩萨拢做这个工课呢。好，随个听好。那么下面啊，经文哎，伊讲话咯，注意拍开经文哈，伊咧讲，见书。穷书家现为作东坡既挖科技意乃发一度心随笔之所书得入以佛道以善方便力该令急足之如是道无量所行无所改智慧无边际道脱无所障，加令一切佛以无所益劫，赞叹其功德，有相不能尽。随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独臂不孝人，痴悯无地家。注意清楚吼，
这段啊，就是呢，大教尊者，伊知影这个菩萨的伟大，会当实现种种无同款的角度、甲身份呢，去教化不相同角度的众生的立场，互因呢种种方便，最后就去达成教化众生，和众生发菩提心啊！好，大家是赞叹这个所讲的这个菩萨就对了。那么，然后伊就讲。阮这二圣人啊，声闻幻觉啦，听这菩萨的伟大，因哪里听这个法了后，无有讲啥物人唔爱发菩提心呢？应当人人爱发菩提心，若无发菩提心啊，这款是愚痴人哦，唔是非贤不肖之人呐、啊，这太无智慧，这愚痴人无啥物两样，所以呢，这段就讲安尼啊。好，咱个详细讲，注意听好哦。伊就是安尼讲，讲见书强书者，危险东坡。哦，既我是可记伊啊，奈发一度心呢？伊这意思就是讲，哦，看到需要帮忙的人，看到需要那个哦，个侍奉的人，需要那个照顾人，需要那个供养的人，咱应当要有慈悲心吗？哎，咱做菩萨人，伊就实现啦。哎，做这疏通啊，哎，破人啊，菩萨拢是呢。那么，互对方的心观生了欢喜心了啊。哎，这东坡啊，伊渐渐就伊甲讲佛互伊听，哎，伊嘛听下落，甲最后发这个无上的道心，来下去修行啊。用随笔之所书啊。得入于佛道，以善方便力啊！哎，该令急着之，就是讲啊，随着对方这众生伊所需要呢，那么伊就呢引导对方呢入这如来的佛道以外，以种种的善巧方便的这方法呢，令众生满足伊的需要，最后达成的度化伊作用。如是道无尽啊，所行无所碍。意思讲，亲像讲这大乘的佛法呢，哦，呢，那佛法无边，佛法无边，就是这道理。大乘佛法也是如来的大道呢，是无有边界，无量无边呢、啊，这个智慧无边界啊，度脱无所障啊，佛的智慧，佛的愿力。哎，那是无量无边呢、啊。那么要度众生的当中，哦，或是度了无量啊，迄唔用数义文义会当形容会真呢。加令一切佛啊，以无数亿劫啊，赞叹其功德啊，有上不能尽呐、啊。哦，佛度众生的功德，佛度众生的愿力，佛度众生的慈悲啊。唔是三言两语，一讲两讲赞叹的真呢啊！如是百千万亿劫呢，是要赞叹佛的功德度众生的这个愿力呢，无法度赞叹的真呢啦。随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吗？什么人听到这个如来大乘佛法，菩萨多伟大？什么人听完了，伊无想要发菩提心的呢？故能发菩提心，哦，独臂不孝人，哦，痴命无地者，智慧之人是不贤不孝之人呐、啊，无智慧人，啊，老智慧人，伊绝对无可能讲，伊袂发菩提心的啦。换一句话讲，有智慧人，贤人呢，伊决定会发菩提心的。再讲，唯有行菩萨道，才有法度成就道啊。这二圣三圣人啊，伊若无回首向大，是无可能转凡入圣，会当成佛的。好、哦，现在讲，独臂不孝人，智慧者的不贤不孝的人呢？哦，伊无智无智慧，伊怎呢？伊未发菩提心就丢了，爱最清楚吼、哦。所以咱特别讲话啊，注意听哦，法王主啊。能负担如来家业，受福慧命，
法王子通称菩萨二言，二性声闻缘觉，只能自利自度，独善其身，正入偏真涅槃，度众生随缘，不能担当如来家业，是故二性人啊，不能堪称法王子。安尼注意清楚吼，所以讲法王子，法王子是指着菩萨来讲哦。吼、哦，咱要做佛祖伊个后生伊个囝呢，你爱能负担着这个如来家业，来继续维持如来慧命，一代接一代，一年接一年，一世纪接一世纪类。若无都担着如来家业属佛的慧命类呢？不能堪称叫做法王子啊，所以法王就是佛的别名，就是佛的意思啦。法王子等佛的囝，啊，要做佛的囝呢？哦，要有大勇猛、大精进，哦，大愿力、大慈悲、大智慧啊。那无要食，要负担如来家业，困难是困难咯、哦。所以要学佛的慧命，担当如来家业呢？这唯有菩萨才能堪称呢，所以菩萨称哦叫做法王子啊。那么这二性的声闻甲缘觉啊，伊只不过能自度自利而已啊，独善其身尔，伊无法度做兼善天台的工作。所以呢，伊进入这偏执的涅槃了后，哇，度众生随缘得啊，多偌济算偌济，未像讲菩萨呢。作为不称之有，哦，伊不但独善其身，伊个都兼善天下。所以呢，唯有菩萨呢，伊才能堪称叫做法王子。因为二圣人，也就是声闻甲缘觉呢，伊不能担当如来家业，所以二圣人不能堪称叫做法王子啊。哎，你注意清楚哦。所以宏观的注意在座1300几个菩萨，咱爱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然后最后成就如来，也就是最后成就佛道啊。所以成就佛道，咱未当有迄落发这个二圣人的心性，因为二圣人是自度利益啊，伊无想要度众生，咱哦，而且呢随缘。伊不能作为一群菩萨呢，不称之有啊！迄款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迄款的心性啊，唯有菩萨才做得到。所以，宏观注意在做，千万你要做法王子，爱发菩提心来行菩萨道。除非你不爱做佛做地主啦，安尼发这二圣人，迄是另当别论呢。安尼注意清楚哦。所以，万安注意大家。爱做法王子，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最后菩萨道圆满，成就无上佛的果位。哎，你注意清楚吼、哦！哇，那清楚呢？时间阁到咯，想要讲的当中，时间阁无允准，会紧哈。咱明仔载微末结经第107讲呢，同一时间再会。